烈的马来西亚机场，只能用恐怖来形容。寒星接你来就算了，今晚小车欧巴西卡欧尼还同伴机席吗？我天，是要逼死谁呀、啊？特别是首次来马来西亚小车欧巴的现身，撕心裂肺的欧巴真的此起彼落，真的太疯狂了。甲方无力小车欧巴根本小暖男吗？频频挥手，还放出迷人微笑，欧莫整个暴击可爱。结果搞到粉丝暴走，一窝蜂涌向欧巴。保安为了保护艺人与粉丝发生推拉，搞到现场人仰马翻。大面 ，Go Go Go Go！ 全镜头还因此无辜被保安连拍两次，为了追拍也是有够拼的。重点是，小吃欧巴前脚才离开，西卡欧尼后脚就出现了，短短两个人再度防马，欧尼真的很爱马来西亚哦。奉劝粉丝要理智追星啊！你看吧，追个星连拖鞋都被挤烂了。温馨提醒：下次接机要穿运动鞋哟。反式报道。